好巧，那证明我们真的很有缘分，是吧？今天蛮好看的吧？妆是不是有点浓了？还好啊，我今天根本没有时间化妆，所以根本就没有办法把它加浓。一点都不凶，我今天都没怎么讲话哦。也不怎么笑吧。我想喝我的水。发现了你今天好累，觉得很对不起大家。就是，就是大家好不容易来看我一次公演，结果我还没精打采的，抢票去看我的没抢到，声带一定要抢到。昨天是真的睡不着，怪好看的是吧？我就应该把直播标题改成"怪好看的"。H 票好难，是不是？什么挺好的？你是说表现吗？不是最好的状态。裙子漂亮，可爱吗？今天裙子不是很酷吗？后面换站位了，我真的望眼欲穿。对，我不知道下周还是不是这个站位，再换我可能真的记不来。如果没有换的话，我就可以出街，因为谢谢你们吧。嗨，晚上好。最后我都难过死了，我都难过死了。应该在的吧。好甜，是说公演的时候吗？我觉得今天真的一般哎，本来想冷脸到最后的，谢谢秋天奶茶，但是踢到灯那一下那就破功了。哦，镜子，嗨，晚上好，我去拿我的饮料。对，一般正常都在的，除非我有大外物哈。我是不会放弃公演的。有点热啊，今天剧场特别特别的热。晚上好。月底 H 的公演上吗？可能会上中台的公演。中间是 Unit 没等到我，我上了呀 Unit，你不会没认出我吧？对，可能会上中台的。回广州公演，你的镜子上沙雕，我知道是因为你，我看了。谢谢秋天的奶茶。因为认出来了，你们亮了我的应援棒啊！啊，对，我开了空调。因为没有我的站位。没发现没精打采，因为我很多地方都没站稳，当然不能让你们看出来啊，这是一个演员的素养。这是一个舞台表演者的素养，但不能让你们看出来。我低头的时候就是我在。痛苦面具的时候，
大概几号回啊？没有定呢，可能二十八、二十九。谢谢秋天的奶茶哟。头发上的东西，我刚发现了，我怎么不知道是什么？是毛线。我们这边也有下雨。对，我可能会上，不是，可能也要看情况。中间 unit， 谢谢秋天的奶茶。镜子扇沙雕了，晚上好呀。后面一直有在看你，谢谢。你后面一直有在看我，那你前面在看谁呀？哪位呀？农轩轩，今天格外好看。今天的妆发现蛮适合我的，下次都这样画，就是不画那么浓，但是范围得大一点。舞台上的我真的好好看。我的意思是，我觉得还是本人要好看一点，不是本人的话就会差一些，对吧？多穿裙子，我在收拾了，现在还不能给你们看，有一点乱乱的。我也戴了帽子，晚上好。范围大不了，还是大的。运动在外面吗？你刚回来就上公演了，什么意思？我买了一个挂裤子的神器。萱萱好美，谢谢夸奖哦。昨天晚上雨也很大，差点没赶上车的视频。大家不知道我下车了。雨也点好看，现在这样好看。新柜子没有门的吗？算是衣架子吧，不能算是柜子。我一般都会出的，我差点就没出。我基本上都会出的。就是说房间粉粉嫩嫩的，不不不，这个粉色是在原来贴的，我不会把我的房间搞成粉色的，我喜欢，很暖的颜色，比如淡黄色、乳白色、米白色，这种就是让人看去非常舒服的颜色。白色、粉色也是暖色，这个太粉了，它不暖。好像刮布 ，no 布。握手会下班，你不是你没有看我房间吗？握手会下班确实没看到我呀，因为我被落下了呀。今天的私服是圆圆汤哥那套吗？对，他们换衣服，然后圆圆觉得我这件衣服很不错，就借了。Hello， 晚上好。怎么样，这件外套不错吧？蛮不错的，你好声的讲都，我很，不知道，有点误会吧？他们可能以为我去广巴那边。少见你穿的私服风格哎，谢谢玫瑰花，因为我朋友在朋友圈发的，然后我就我就买了，我也看到了你的链子，今天其实特别的赶，特别着急。
我连鞋子都没来得及换，穿着我那个鞋子更不方便跳，好几次都要摔倒了。再加上自己本来就没有控制不好自己的手脚，今天还能穿外套，我里面是吊带来的，而且它是很短款的那种外套。在上海，在上海5月4号就回来了，但是我5月2号有握手会啊，确实没什么违和感，不然我一定换好了再上去。没吃饭是吧？欢迎经常来听歌，直发永远的神。今天没有不想做卷发，不知道为什么看着炸炸的头发就想剪掉它，今天很暴躁，所以我说我很凶。新柜子没有门吗？不用门，不用门，没关系。要门的贵，这个很便宜的。这个一个好像才100多一点点，是挺累的。谢谢秋天的奶茶。All perfect， 那也没有吧。可是我回来突然就清醒了，可能是因为被我自己的快递给吓清醒了吧。我买了很多东西，不过今天不会播很久的，因为我想收拾一下。下次是什么时候？我圣诞一定要来哦，6月5号。明天再搞。对了，我6号、7号可能会有杭州的直播，我6号就过去了，可能8号回来着。是今天只睡了10分钟，昨天没有睡觉。对啊，今天跳舞不够迅猛，酒店的地吓死我啊！对啊，我最近在杭州直播，你们不知道吧？很久不来看我了吧？我现在几乎每周都要去杭州直播，我会在中泰待一周啊，就是月底，然后一直待到我圣诞。我没有生气，我装的。生日那天可以看到萱萱了，好啊，那你生日一定会超级开心。对，生日公园是晚上。好，生日公园是晚上。晚上好，晚上好。什么爆笑路费？是晚场，是晚场。谢谢玫瑰花。6月5号，对，就是在八班。是的，最近把口红涂的都很满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每次都上面总是涂不够的样子。对，圣诞在中泰，6月5号的在中泰，下一次就不知道。好看是吧？就觉得今天要做一个美女，所以就把口红涂得特别的红。谢谢7686不离问号问号送的99个应援棒，祝你越来越棒。赶上直播喽，可惜我直播10分钟就要下线喽。是哦，从今天开始我要变得超级自信，谁骂我我都不信。谢谢秋天的奶茶。
信让人感觉就是很漂亮的齁。对，超级小漂亮。谢谢，晚安，比心比心，啾啾啾，爱你哟，么么哒，送的99个应援棒，祝你越来越棒，谢谢大家应援棒。嗯，那也不是，还是有人骂的忘乎所以的，阴阳怪气，可能是阴阳人吧。谢谢应援棒，谢谢一番炸送的99个应援棒，祝你越来越棒，你送的也是 H 队的耶，谢谢你哦，我在努力自信了。是的，所以我今天漂亮吗？我今天自信一点了，我今天漂亮吗？对啊，那你们要多夸我。有请朱颜吗？当然啊，我怎么能？我准备了不少节目，只能说不少吧。两瓶喜欢什么东西？除了鸡腿，钱。开玩笑，开玩笑，童话可以再明明，他是纯又来的，不是，不是不是，你是说什么类型的？你是说送礼物吗？晚上好，你说是礼物吗？还是说兴趣爱好什么的？就是你这个范围太广了，我一下子礼物，我喜欢。不是红包，我喜欢房子、别墅啊，别墅也不用了，单间吧。谁啊？谁要气球啊？不不不不。我喜欢，好吧好吧，我认真的，我认真的，我认真了，我认真讲。谢谢秋叶奶茶，我喜欢的还蛮多的。我喜欢公演前有化妆师吗？没有啊，都是我们自己有化的，上过一次课吧。我喜欢香水，我喜欢演唱会。我喜欢，对，我很喜欢香水。谁的演唱会？我想看的演唱会还蛮多的。我想看我首推的演唱会，拉拉徐的，林宥嘉的也想看，林忆莲的，就是那些 SHE 的，周杰伦的。谢谢元宝。展示一下我的香水，你们会不会骂我呀？拉拉徐，我怕你们觉得我很有钱，就是或者是花钱很大手大脚的。不是，我跟你们讲，我新买的香水我到现在都没舍得拆。对，徐佳莹。我还喜欢拍照，之前也有人送过我一个组装的胶片，我现在也没有买很多香水，但是我闻到了我就觉得很喜欢，上次就忍痛买了一个，因为真的很喜欢，我对喜欢的东西我觉得它贵也是值得的，就怕那种买了贵的回来就，不，买了便宜的还结果还浪费钱。拍立得相机我有了，对，以前送了一个组装的胶片相机，但是用不了，张老师跟我说我把它装反了，就只能盲拍。我们忍痛买了一瓶香水，有的裙子裤子你穿了好些年。对啊，因为喜欢什么调的香水。嗯，我给你们展示我喜欢的香水吧。是杨克路帮我装的。
是啊，我就是真的很爱香水和香薰，是，真的很喜欢生活，应该说喜欢生活吧。嗯，很喜欢精致，喜欢木香调还是果，喜欢果香、花香。晚上好，我一开始爱上香水，哎呀，我的小雏菊不见了。那小雏菊在外面，粉色的小雏菊，这是我买的第一瓶香水，当时还送了一个这个，这是我买的第一瓶香水，果木烤鸭，嗯，小龙虾味，嗯。香水不嫌多的，反正我现在也不多，结果还没用完，快用完了。因为我买的是100毫升的，香水确实蛮难用，哦，就是盲拍，就是盲拍，凭感觉拍，装反了就是凭感觉，先把那一卷拍完了之后再拿出来，争取把这个礼，好，但是你自己要好好的那个，自己要好好的照顾自己。不配追星，不会啊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追求嘛。对，这个就是那个味道的香水。然后，对，贵君知道我喜欢小雏菊这个牌子，有一年他就送了我这瓶蓝色的，很喜欢花香。这一瓶就比那一瓶要。这瓶要比粉色那瓶要更甜一点，要更清雅一点，没有那么，那瓶就比较有女人味。到时候我要买一个香水柜。我听不懂这些名字啊，我只会去闻，我只会去专柜闻。我知道，我看到香水的专柜，我就会去闻，闻到喜欢的就会买。我也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，然后也不知道它是什么牌子。嗯。嗯，平常用的就是这个嘛，平常用的是那个粉色的，在行李箱里面。我平常行李箱也会带。哦，我还买了那个，我这两天，还买了那个，好香。这两天还买了那个，还买了那个。香水小瓶子，随身携带那种小瓶子，可以装出门的。买到票了，可能有人没付钱，太开心了。15号吗？眼睛好漂亮，今天尤其漂亮。对啊，今天妆其实还蛮适合的，就是看去不浓，也不太脏，但是就蛮有精神。对，分装瓶，yes yes。这两瓶都是一个牌子。对，小雏菊这个牌子，最近的话，哎，我发现这可以用，哎，夏天的时候可以用，不错不错，这味道还是很好闻的，小雏菊我真的很喜欢。然后还有这瓶也是收到的礼物，这瓶的味道蛮别致的，之前送我的时候是因为我说我喜欢西瓜味，你们喜欢西瓜味吗？就是真的那种西瓜味。我太喜欢西瓜的味道了，但是这个不是，其实这个不是，但是这个味道也还可以，这个是浓香水，浓香水就是比较浓，基本上你走过去，身边就会有很多，就是你一走过去就是阿星基本上喷的都是浓香水，就是能持续很久，但是味道也特别的浓，其实我个人比较喜欢。也不是说吧，浓香水、淡香水我都喜欢，主要是淡香水的很容易就没有味道。不是那种清爽的西瓜香。没有啊，我对香水不了解的，我只是给大家分享一下我都有一些什么香水。今天好漂亮，是吧？哎，不要这样子，你们再夸我的话，我就要多直播一会儿了。
喜欢香水，是因为你没有闻到好的香水。香水真的要去试闻的。我对不感冒的香水，我一分钱都不会多花，甚至还会觉得很臭。但是我很喜欢香水，再贵我也会买下。我买的最贵的香水，真的好贵哦，你们不许骂我败家哦。8:30，好。对，我之前也给妈妈送过一瓶，不是迪奥，是什么来着？是什么 Marry Me 的？然后他也没有，他说一会儿就没有了，可能带香水是这样的。你觉得冷就关呗。嗯，其实60就不错，不是？我吃个东西了。你吃呀。我的小。你吃完它都没关系。当然啊，我觉得能吃，很好吃。直发有你的神，谢谢。没有，本来你们不就是在问我吗？我就告诉你们。要多的那个，染头发前面的那个，披的那个塑料的那个。有呀，那就好。他买的花王里面没有配。你们等我一下哦，等一下我去找东西给他们，包装看看。等等我给你们看啊，要是买撞号了要原谅你们。不会的，香水怎么会嫌多呢？我先给你们看我都有些什么。厚的手套里面，还有厚的手套里面，有，我这有，对吧？还有厚的手套。我回来了。什么蓝月亮？蓝月亮，直发也好好看，我已经很久没有做直发了，最主要是今天太暴躁了，如果我不做直发的话，可能会被自己气死。对，你们快夸夸我，今天很自信，必须自信，必须给我自信起来。我不是回来了吗？还抓什么抓？好，那我继续说了。这个也是收到的礼物，这个是，听说是，可以让人开心的香水，就喷起来让人开心的香水，是很温柔的淡香水，很温柔的味道，所以我也很喜欢，就是，就是。会在睡前的时候喷一喷，但怎么说呢，它有点像肥皂的味道，肥皂的味道，不要那么极端嘛，我们不是在分享吗？我也不懂香水啊，我甚至连牌子都叫不出来，我跟你们讲，我就知道这个是小雏菊，因为当时觉得它很好看，我是一个颜值选手。漂亮就是永远的神，这个很漂亮吧？小雏菊的香水瓶子真的很漂亮，很女人。天哪，我感觉我在做广告，我什么时候可以代言小雏菊啊？猫可跑，晚上好，很适合你哦，这个蓝色，对吧？然后那个粉色的也很好看，这个是不是50毫升吧？对，这是我，这是100。你说它这种这么不均匀的染完深色吗？对。很均匀哦，完了就可以直接。很均匀，只要染深色都会很均匀。刚刚那个好闻，你说这个吗？这个吗？这个真的蛮好闻的，就是它的寄语，就是也不说寄语吧，它的那个售卖的那个标志是
嗯，反正就是喷了会让人开心的。然后当时因为很不开心，所以就给我送了这瓶香水。对，它是肥皂的味道。浪才会带香水，浪才确实带过香水。你小心点，被摔了。你担心它？好漂亮，我吗？谢谢。薰衣草的，我买了薰衣草的蜡烛，蜡烛，就是我不是买了那个茶壶嘛，然后我就买了三盒那种蜡烛，一盒是玫瑰的，一盒是薰衣草的，一盒是茉莉的，嗯。对啊，每个人喜欢不一样，有些人喜欢果香，有些人喜欢水香，水的味道，有些人喜欢花香，有些人喜欢木质香。你们再等一下。哦，对，不，没关系，因为我们这个地板是那个泡沫的，所以它不会坏掉。不好意思，没有电了。你们从哪里听到没有电了？水香调就是有点晕。握手会上喷的是什么？感觉身上香香的。嗯，对，每个人喜欢的香不一样。我发现我是比较喜欢花香的，果香也蛮喜欢的。我忘记这个是什么香味的了，等一下你们可以去搜一下。嗯，因为我喜欢玫瑰味，主要是。我不是哦，是小高帮，小高帮，铁铁软头。今天有点早，因为我想早点下播。薄荷味算香水吗？算啊。我涂的是，你在说什么？我喷的是这个吧，应该。因为我握手会的时候是，我只有一个小样，这个长得也还蛮好看的。嗯。对吧，我当时是也不是拿了一个分装瓶在我的化妆包里面，我当时住的是广州的酒店，住的是广州的酒店，所以我只有这个香水。谢谢巧克力，这是啥？是香水啊，这个也蛮好闻的，闻的淡淡的香水。对，然后对，你摇了五回吗？不是摇就是上下。嗯，这啥名字？这个也是收，这是收到的礼物啊。有啊。有啊，但是它在哪儿呢？你听错了，这个你们搜一下。我把它镜面过来。镜面过来了吗？如果你们想看的话，你们可以跟我说一下，然后我可以给你们镜面一下，看一下它是什么东西。等一下，奶奶，它这个扣子，这种不是，你就按那个瓶身，它就会出来了。哦，这样。嗯。用过这个牌子吗？用过。好像是吧，我记得我也去搜过，它还有另外一个香味，对，另外一个香味，这个还有另外一个香味，嗯，我记得是什么后花园，
我搜一下哈，我搜一下。哎呀，我搜一下，我搜一下，我搜一下好了。怎么，你们也想买吗？但这个确实我觉得还蛮好闻的，它虽然是浓香水，但是它是不算特别女人的。李先生的花园 OLIBERE。香水，他的头发呢？其实差不多，因为是黑色的话，差点撞礼物的，真的。我不介意多收一瓶香水的，我真的很爱香水。不是吧，这个好像是这个是这个应该是我看一下，他怎么都不配图片的，我是不是应该去小红书上书上面搜？很正常啊，我都说每个人喜欢的香水都不一样。为什么完全没有黑色感？他要过一会儿的。又没有打蜡，不会上不去颜色的。对，小红书，因为有一些香水它不一定有的卖。我这一款是没看到呢，是陈太太的花园吧？不对，不知道了。这次浪彩带什么货还没告诉我呢。OLIBERE。搜到，笑死我了，不
是李先生，不是李先生的花园，不是李先生的花园，不是，不是李先生的花园。我之前搜到过的，晚上好。绝版啦？不会吧？不是吧 ？OK。嗨，晚上好。续费那么久，我先把香水给你们看完了就，然后这个也是收到礼物，这是经典香水。我没怎么用它，因为说实话我喜欢，我不喜欢，也不是不喜欢吧，就是我觉得这种香水可以备着，但是如果它太常见的话，我平常不会用它。我平常一定会用就是大家可以记住我的味道。这个不好吗？没有不好啊，没有说不好。我闻一下，基本上没有用过它。还是蛮不错，因为我喜欢香水。对，我害怕撞香。之前想买那个无人区玫瑰，就是还好没有买。对，差点撞香了。对，但是不是不行的，这款还是蛮清甜的。嗯，是香水课堂。然后这个是贵群送的，这个因为我很喜欢奶味，然后那个，然后贵群就在海南的时候，当时不是让他帮我带那些护肤品什么的嘛，他就顺便去看了一下香水。然后他给自己买了一瓶，给我自己也买，给我也买了一瓶，很奶，这个味道真的很奶，但是它有一种爽身粉的味道，很奶，但我搜了一下，但它其实并不是真的奶味，就是它写的没有奶味。我喜欢奶香，但是我平常很少喷这个。我有时候会看衣服的搭配来的，如果那天穿的奶奶的，我就会喷这个香水。但是，对啊，像这一款的话，可能比如说去出席一些，比较类似于盛典啊，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机会，可能就会喷这种经典的香水吧。然后像这种的话，就是平常自己会用的小众的香水。对，太奶了，有点区别，但是就是它有点粉粉的味道，我不知道怎么跟你们形容。这种平常可能也会用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小雏菊它在我心中也算是比较大众的。继续去哪？我还没讲完呢，重磅来了，我最近买的两款香水。不补胶嘛，准备一下，我要在你们面前拆了它。上次不说去文艺，本来打算买化妆包吗？黑色连衣裙配香奶奶五号，因为就是，哦，好像知道，紫瑶终于要拆它了，上次去买的呢。哦，哎，你怎么知道？你买过这个？我这个味道好好闻哦，这不会又是烂了的香水吧？喷个几十年倒也不是。其实如果每天都记得喷的话，肯定是用得完。这款很好闻，特别的女人。
特别的女人，我特别喜欢这一款，然后一不小心就买了大瓶的，因为他当时说做活动，太女人了，对，而且这个外包装也非常的高级，对，而且它不是那种很胭脂俗粉的那种女人的味道，来我喷一下，有一点甜甜的，只是偷喷妈妈的香水，大众的都闻过，什么？那你所以说这是你在说我在用你妈妈的香水，这个很好闻啊。你妈妈很有品味。我自己的头发长出来了。谢谢秋天的奶茶。生气了。好吧，其实我现在香水确实也不算多。对啊，我买了。对，然后。这一款就有一点贵了，你们不会骂我半价吧？这是我目前买过最贵的了，但是因为我实在太喜欢它了，我闻到它之后，我就那一瞬间我就不好了。除却巫山不是人，所有的也没有喜欢它，所有的其他的香水闻了都觉得。爪子嗖嗖，然后那个贵哥又跟我形容的五花八门。生蛋你自己来吧啊，我觉得很贵啊。哇，这个包装好好看哦，就是那个贵哥在那里跟我说了很久，买完了我见过的所有的香水，这个是的，你知道啊，就是无人区的那个牌子，我当时是想去买无人区的，当时是想买无人区来着，就去试闻了，就是想，就直接想先去买，但是我后来想了一下，我问有没有什么可以推荐的，然后就闻了一圈，他其实给我闻了一些其他的，我觉得也还不错，但是没有说让我非常心动，必须要买下他的感觉。其实我当时还买了一个初战，还好是吧，对，最主要是他说服我是什么，这款就是纯，他跟我说是纯玫瑰味道，纯玫瑰的味道确实很好闻，真的很好闻，而且他说这个香味可以保留3天，就是他就说就是你放在那个放在衣柜里面就行，他说建议就是你喷在衣柜里面，就是你所有的衣服都是那个味道，没有怪我，我觉得已经很奢侈了，我勤俭持家很奢侈，这些这个才几百块钱，也没有才几百，这个得700了吧，好像，对啊，那700，这个是100毫升的，这才50毫升，这才50毫升，但他真的说服我了，因为就是纯玫瑰，他的我也闻过他们家其他玫瑰，因为他们家就是做玫瑰香水的，所以我也闻过他们其他玫瑰的味道，就是这款真的很好闻，我主要是真的很喜欢香水。
然后当时买了很多吧，也不是很多，然后买了一个初绽，初绽也蛮好闻的，主要是无人区玫瑰，其实它是木质香，它有点木质香，我没有那么的喜欢，其实，初绽也蛮好闻的，建议大家都去我们，对，百瑞德的闻一闻，我现在身上就是米叶的味道，像极了买新的香水。我发现我这里也没有多少自己买的香水，主要是有点不舍得。当时这个就，当时这个就很舍得，我当天一下子就买了两瓶他们家的香水，差点又把他们香薰给入手了。对，钱能买到快的，所以我会努力赚钱。这个很甜，再买都可以泡澡。没有啊，就是跟你们分享我大概都喜欢什么类型的香水。你看，像这两款就是我自己买的。我很喜欢玫瑰香，对，这两款就是我很喜欢的味道。初绽的味道我也很喜欢，真的很喜欢初绽味道，我真的很喜欢。这款也很不错了，就是温柔的味道也很喜欢。哪个好闻？我觉得初绽，不行，我跟你们说，是不是就撞香了？每个人喜欢的不一样，你们可以去自己去闻一下。我之前我忘记了，我闻过一个果香，一个花香都还蛮不错的。因为我其实比较喜欢中性的香水，一大波香水不会的。香水奢侈品，腌入味了。香水它维持的不了多久的，浓香水才会稍微久一点，但是这里有不少都是淡香水。好的，我讲完了，我现在觉得很幸福，因为刚喷完香水。可能什么都不送，你过来已经很不错，已经很好了，我已经很开心了。对，这个是 TF 的，虽然它是肥皂味道，但是真的很温柔，很好闻，很舒服。实不相瞒，我就是很喜欢肥皂的味道。讲完了，我可以好咯，那你不要不开心了，轻奢礼盒。偷偷喝一点，别中毒。这个味道蛮别致的，基本上没有人会用这个花园。这个我还是没舍得喷。就是因为特别喜欢，就是我连碰都不舍得碰一下它。用都不舍得用一下，因为真的特别喜欢。好，我也快下了，两分钟，我9点下，凑个整。为什么还要难过了？不要难过了，我怎么拿不出来？我觉得他们家香水都还蛮不错的，而且就是纯玫瑰，这个味道真的。很棒，会用的，怎么可能会不用呢？我每天都会用香水的。我现在先把它装到盒子里面，它会没那么容易挥发。我会用的，我肯定会用的。
舍不得穿衣服，衣服倒是没有舍不得穿，衣服我倒是一直在买新的，一直在买新的，现在都放不下。嗯，用得完吗？应该用不完吧，但是怎么可以只有一种香味呢？世界上好闻的香水那么多，你要问我的话，我可能真的最喜欢的就是香水。就是我是那种走在路上看到旁边有香水，就是香水专柜，我可能去闻一下就会入手一瓶的那种。对，就我觉得还蛮夸张的，就是对香水的喜爱程度。好吧，对衣服也是，嗯，一个月的工资可能一半都会拿来买衣服，有时候。喜欢，应该是喜欢的。到时候肯定会有个香水专柜，嗯。不过最近很少买衣服了，因为房间放不下。是不是颜色已经深？是呀。好了，我要下了。特别贵的哦，这种会。这种会。买了新的衣柜应该可以放下了，要慢慢收拾哦。嗯，我下线了，感觉大家也都累了。嗯，拜拜，下次再聊，今晚一定要休息。好，今晚一定会是休息的，虽然我现在又不困了，可能因为这个香水令人兴奋，这个迷也无语了。嗯，但都是好闻的，香水真棒。香水是什么？香水有魔法。嗯，晚安，快再夸我一次，夸完我就下，我说完夸奖我就下。长得不错吧？你们闻不到香水太可惜了，因为加上这个香水，我觉得我更美丽了。嗯，谁说不用夸？不要吝啬你的夸奖。我下了。